林书豪旋风返台参加运动品牌举办的活动，和弟弟林书伟同台携手合作，要掀起林来疯热潮。 林书豪、林书伟同台较劲，在比球季之前，先担任 GM， 从28位 HBL 以及球员挑出16位好手，组成 Jeremy 队，还有 Joseph 队相互 PK。觉得我有一些控球后卫，一些3号，一些高个，我觉得有些球员防守得很好，然后有些他们进攻，他们的技巧很强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very versatile lineup。They can rebound, they go after the boards a lot, so I think we'll have an advantage on the board. 难得当 GM， 林书豪相当认真，还身兼教练画战术给小球员看。但说了再多，倒不如亲自下场示范。不过或许是没有热身的关系，好巧自己上来好像找不到手感，面对弟弟林书伟防守，甚至投了 air ball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热开再试几球，先是助攻给小球员秀一手，再来自个儿切入禁区，单手暴扣，引来现场如雷掌声。 豪哥拿出真本事，不断送上精彩好球。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，好小子毫不留情，率领球队以51-29打爆弟弟的 Joseph 队，撇开胜负不谈，难得回来台湾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外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